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嘅节目。今日系2019年12月20日，咁我而家咧就嚟到南宁市南澳公园嘅名士博览园。啊，咁我眼前呢棵树咧系咪特别嘅靓啊？咁佢系成个博览园嘅王牌嘅作品嘅。每一日咧都有无数人同嗰棵树合影嘅，可以讲系明星嘅名士嘅。佢都已經係經過好多年嘅修剪㗎啦，已經係歷經風雨、風風雨雨幾百年嘅老故事㗎啦。哦，咁南寧係中國嘅六城，街頭都有好多各種各樣嘅故事嘅，特別係勇士係最多嘅。咁佢啲事業咧係非常嘅密嘅，落大雨嗰陣時咧，應該都可以躲雨嘅。如果你唔小心唔帶遮嘅話，真係可以躲雨嘅，臨時躲雨都可以嘅。真係可以講係密不透風嘅。哦，咁等下我就帶大家一齊去睇下南寧市名士博覽園嘅其他好靚嘅名士古事嘅。自信滿心裏，幽靈。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笑骂由人，洒脱地。